大家好，我是旭哥，我可爱万川，旭哥手游攻略，那这是王牌竞速。好，旭哥啊，这个来抽转蛋啊，周末来最爽的转蛋开抽了。那目前呢，入手了七台隐藏版的神车，那全部都是无氪金免费的，就是轻松爽爽抽。这个算是最放置型的玩家，最佛系的玩家，最爽的转蛋，还分享这游戏最多的礼包满，详细的兑换教学福利啊。好，最爽的攻略，最爽的转蛋都在这一集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有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虚好都是独家最新。好，来抽转蛋啦！哇，周末就是要来抽转蛋啊！虽然旭哥人在日本，但是还是要来抽一下转蛋。好。这一次中了一台，哦，橘色的，还蛮帅的。好 ，BMW i 8还有这个奇异点啊。好，我们就来继续抽啦，开始刷起来呀、啊，转蛋，最爽转蛋开抽。哦，有以太、欸，旭哥最高纪录好像是一次中三还是四台。我们看能不能突破记录。听说有玩家一次中五台啊！这个最强的隐藏版神车开局直接拿。我们这次有500多抽。其实这个游戏的转蛋其实给的还蛮佛的，就是你转了之后还有很多那个免费抽可以抽，他给一些活动抽啊什么的。来。哦，都是这种加速核心、万能零件，哦，好像蛮普的感觉，就没有看到什么好东西啊。啊，两台还勉勉强强啊。哎、欸，这次抽的还蛮鸟的，感觉蛮飞的。我们看后面会不会逆转一下，感觉应该要来逆转一下了，有点 feel 了哦。结果全部都零件，太扯了。哦，火箭虎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火箭虎存一下好了，虽然它只有一台而已。啊，两台耶，有以太耶，以太也蛮想要的，这台蛮不错的。好了，换掉火箭虎啊，因为火箭虎上一集有抽到了，有点犹豫啊。好了，有点犹豫说。可是上一集因为有抽到那个火箭虎了嘛，这一次用以太好了。其实两台都很不错啦，有时候就是很难选，知道吗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就这种道理啊。啊，车翼刀锋，旭哥其实蛮容易抽到车翼刀锋，有人就是说，哎。他玩到现在都没有抽到车翼刀锋，可是旭哥不知道为什么还蛮常抽到的，分享给大家。这大家有看旭哥影片，知道旭哥应该抽到非常多次，抽到自己都觉得哎、欸、很扯这样。啊，零件！我靠，这啥回？那小子什么东西？哦，蚕呢、欸？蚕也是很棒的车哎、欸，哇，真的让我很难选啊！只要能够就是蚕加火箭虎，当然是最好的了。蚕加火箭虎，又是以太，哇！这一次啊，很多零件呢、欸，好难选哦、喔。
Ford GT， 又是蝉，哎，怎么一直抽到蝉呢？蝉不知道抽了多少次啊！哇靠，很难欸，很难选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难选啊，零件啊，又是零件啊，零件不好选，不好选啊。啊，怎么都零件啊，哭啊，这傻小。完全不知道傻小的这个转蛋。好难选啊。Ford GT。有够难选。好，那最新的这个限定神车啊，这个闪灵，灵光闪烁。幻影迷踪这个最新的闪灵的登场，它是有点复古风啊。那我们来抽一下吧，看有没有机会中闪灵啊！哇，盲盒碎片，哭哭！再来看有没有机会来礼品点，给它拼起来啊！哇，又礼品点，这个有机会拿到这个闪灵啊！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抽看这个 Infinity， 这个是零件，这个是幻影卡池啊，这个活动很多，来抽看。哦，樱花之刃，好，再来抽一下这个闪灵啊，灵光闪烁的闪灵啊，复古的名车，抽到它零件啊，怎么都零件，来吧，赛奇，哭哭，礼品点。哦，蛮帅的涂装。那这个一般的转蛋抽一下，丘比特啊，哭哭。哦，蛮帅的。稀有的奖励，好，继续采购啊！好，那旭哥最后抽完了，拿到了七台隐藏版的神车啊，包含这个火箭五风神泰坦，然后 Austin Martin， 还有 Ford GT 战神，还有这个 Link 啊，七台隐藏版的神车入手了，分享给大家这个最爽的转蛋画面的这个。右上角一个福利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的左上角一个推荐，这个推荐这边点进来，那这边呢就会有这个专属的礼包 Discord 啊，然后这个游戏资讯嘛，攻略宝典，活动赛事，在车友之家这边你就可以去加入 Discord， 还有这个 Facebook 的粉丝团啊，这些都可以领到这个礼包码，所以最多的礼包码可以从这边去领取，这样像是 Discord， 像是 Facebook，他这边就是有连结，你可以从这边去领取他这些奖励。那这个限定神车神剑号，那这个也是可以获取的，非常棒的福利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点画面右上角的这个邮件，然后把这个奖励全部领起来，有这个开局好用的神装套装啊，然后这个有没有安全帽，超帅。好，这个涂装荧光复刻，三套时装，非常棒的福利，跟着旭哥最爽的领起来啊！一个永久的涂装荧光复刻 ，Austin Martin 的 DB 11
就是007在开那种造型的车啊，很帅。好，那这个游戏呢，可以免费拿到这个 T0 神车啊，保时捷911这个 GT2RS。我们只要透过这个7天的登录福利，那这个活动是限时活动，大家注意一下，3月17日到4月6日，所以大家一定要领取这个最强的隐藏版限时的福利啊。那可以拿到像是每天有车贴嘛，那第二天的话有封神。那第三天的话呢，有这个气质英伦时装，第四天双倍蓝调卡，那第五天呢灯条，再来是第六天有动力山，重点是第七天啊，这个最强的隐藏版神车可以免费入手，保时捷911 GT2 RS， 超爽，限时福利一定要领起来。那一样七天的集训呢，这边有很多好东西，像是有 BMW M8， 这边可以领取 BMW M8， 然后还有一些像是金币啊，然后这个涂装的利曼战车，第七天一样，七天集训可以拿到这个涂装利曼战车，各种好用的神车，最强的神车，隐藏版神车都可以免费入手。好，那旭哥就把这个福利呢分享给大家啦。好，那开局呢跟着旭哥就可以领到很多最帅的隐藏版神车啦，包含这个侧翼刀锋啊，然后神马丁啊，还有战神啊，这些好用的神车之外呢，像是91嘛，刚才福利有分享过可以领取。那其实分享呢也有这个星耀之鹰啊，这个超帅的91的这个改装的，各种的福利呢，还有这个像是很多就是在福利可以领到的东西，像是 GTR 可以免费拿这些东西啊，什么粉红珠啊，大家这个福利啊记得都要领一领啊，超帅的，太多神车可以领取啦，最爽的福利，最爽的攻略都在这一集分享给了，还有这个最快速刷手抽以及礼包码最全的兑换教学啊。好，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的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，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都在频道，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了。